掌声。对了，来的都是咱们北京的朋友。没错，我们俩呢也不是头一回来北京，是了，总来北京演出，哎，上北京玩来，包括来了不少年轻人，嗯，还有上岁数的，从我们这儿练应该是叔叔阿姨爷爷，哎，奶奶们，没错，包括三位评委老师。是，咱凭良心说，不会说相声，不会，年纪还小，对了，做的还不到，是说的小笑话逗您一笑，任务也就完成。哎，说了半天了，刚才我看后台。看比赛的选手们，包括老师们点评，嗯，都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？有水准啊，是有水平。那当然。而且说到几个地方，我觉得也是特别有同感。什么地方有同感？不懂啊？您说说。时尚，啊，时尚是。时尚是现在年轻人应该有的东西。80后、90后的元素嘛。说相声算是传统艺术，没错。但也要跟时尚相结合。啊，那当然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现在年轻人啊，我们俩一个是80后，一个是90后。对了，自己认为不如现在的孩子幸福。为什么？准确说，不如现在这个05后的孩子们幸福。哦，玩的东西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打小玩的东西不一样。回忆，咱小时候玩什么啊？啊，孩子一多，咱玩三个字儿。啊，小孩都玩这个，鸭子过河没人逮啊，是。还有那个红灯绿灯小白灯啊，也有。有人在头里当庄，在这闭着眼，嗯。说到红灯绿灯小白灯，说到灯的时候一回头，谁动了谁当庄来。对了，有没有这个？有这个。还有人多玩捉迷藏。哎，这是。一般我一当庄的时候，他们数到10不都藏好了吗？对了，数完10我就回家。不是，您等会儿，谁找去？谁的孩子谁自个儿找去。家大人找，哎，这会儿不嫌母爱，闲出什么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别人当庄啊，别人当庄，别人当庄，他属实，啊，属实之内，我回家。对，然后他找不着我。马池同学，我能请问一下，您出来玩什么吗？那玩什么？就您出来直接跟大伙打一招呼，嗨，大家好，我回家了，不就完了吗？那，不看见我了吗？废话，您那个直接出来就回家了，同去。哦，您那叫同学。像那个跟小姑娘，小小的都跟小姑娘一块玩，玩什么？玩什么呀？跳那个猴皮筋儿，哦，给当个架子。是是。跳房子，哦，砍子儿，都玩这个。现在孩子什么，啊？刚才都说了，电子产品。信息时代了吗？手机。对了，那手机牌子多了是了，苹果，哦，三星 ，Note， 小米 ，HTC 都有啊。啊，是。那游戏太多了。哦，刚才有说，咱简单回忆一下啊，帮您回忆一下这些游戏。游戏。刚出苹果 iPhone 4的时候，出了一款游戏。什么呀？叫《愤怒的小鸟》。您回忆看对不对啊？嗯嗯，一个打子弹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小弹弓。那愤怒的小鸟就是那子弹，有个小弹弓了，啊，你往外一弹，飞出去之后小鸟叫唤。哦，飞出去，喂，啪，小鸟一叫，喂喂喂喂喂喂。不是马池同学，我说实话，我现在跟你站在一块儿，我有点尴尬。怎么尴尬？你是第一个玩游戏能学音效的人。研究嘛，有什么用呢？口技。哦，这叫口技。这是口技，各位。哦，说相声一门技术，我们也得练。嗯，平时我们俩就练口技啊。那是。我在这边练，喂喂喂喂喂喂，他在那边。那个，您透了。我进入楼道的一句话想问问您，是什么原因让您放弃治疗的？为了给你腾床位。你甭废话，讨厌呢。废话，你说我干嘛？没人玩那个游戏还学那个呢。有没有这个游戏啊？是有这游戏。大伙简单举这个例子。啊，后来又出了，还有又出了个游戏叫什么，叫保卫萝卜啊。有这游戏，塔防类的游戏。哦哦，对不对？让你自个儿建塔防。建塔防有那个冰星，五角星，火箭，飞机，还有那个各种的平筒。哦，所以塔防类出怪兽嘛，为了保卫这个萝卜，一波一波出怪兽。怪兽一般一出就是10个，你得打死那怪兽。怪兽这个一死啊，它也叫唤。是啊，小怪兽一死自个儿叫唤，哦呦呦呦，哎呀，哦呦呦呦，是不是？是，我听这音儿我都快吐了，我都。老几位，咱平心论呐，嗯，我只是为了得那个三星。哦，我要不是为了那个三星，我也得帮那怪兽。为什么呀？我也弄死这萝卜。不是，您玩游戏能着这么大急？这萝卜忒欠了。什么叫忒欠了？太招欠了。哦，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啊，在座朋友您要没注意，今儿我给您提个醒，您回去看去。啊，哦，您回去看去，您得暂停。您那暂停的时候，你点那萝卜，它冲你嘚瑟，多招欠的那个。您先过来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玩游戏都为了那三星，没人跟那萝卜较劲，除了您，知道吗？这研究这些游戏，研究是不是？
这些东西啊，是有这些东西，有这些东西吧？没错，这些东西什么叫做时尚？现在要玩的东西哦，这是时尚。什么叫传统？您说传统像，举个例子，传统艺术相声也是门传统，那当然多了，背个贯口、绕口令、八扇皮、地理图，哦哦，多的是。是，简单说，这些东西如果要跟经典的、要跟时尚的融合在一起，那也能出来。不是，您说这谁敢这么干？哎，站在您面前了啊。哎，我还玩那小鸟去吧，我不想跟你聊了。不行不行，怎么着？小鸟得一做浓汤薄了，你别说了。你是不想好了？你不是，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，把这传统跟这个时尚的东西能结合到一块儿？太能结合了！您说说，你有传统的东西吗？有啊。有什么？咱比如说绕口令，有一个喇嘛和塔嘛。喇嘛塔嘛。对了，可以跟经典唱出来。是啊。那当然了。您拿经典的什么唱出来？经典的一些歌，流行的一些歌，这都能结合啊！同样能用歌曲，能用各种形式都能弄出来。你又来又来，呵呵，看人家那台湾女孩唱林依轮老师歌，你也来这个？不行，那我要再唱没劲了啊！千人吃面没劲，吗？千人吃面没劲，得打多少炉子呀？这还惦着你炸酱面了，是不是？你这。不是。来没文化，老姐，千人一面。嗨，你说那是文言，我说这来趟北京不容易，能蹭一顿蹭一顿，是吧？大大白话，不唱林老师歌了。那是林老师今天忒累了啊，咱唱一个不在现场的一个演员的一个歌。谁呀？张宇。就是您学这是张宇吐了，这是。是他不唱歌是就这样。没有。怎么着？他。就唱这歌，雨一直下，雨一直下就能唱出来这个喇嘛、塔嘛，拿雨一直下唱喇嘛和塔嘛，就能唱。您给我们来了，咱鼓掌，让他来一段，咱听听这个。作死吗？台底下坐俩评委都唱歌的，你非得唱歌？嗯，你别捣乱，唱绕口令，喇嘛塔嘛，来。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。在他的手里边递着那五斤塔嘛，哎呀，由大北边怎么着来了一个哑巴，哦，这是哑巴，在他腰里面还憋着一个大喇叭，递了塔嘛的喇嘛，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，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不愿拿喇叭换塔嘛，递了塔嘛的喇嘛就急了，抡起了他嘛就打哑巴，弄得哑巴浑身都伤，怎么着？一咪咪麻麻上了。